占卜有时候可以提醒你，现在做事情要注意什么。你对于一件事情，心要诚，心要定，在你的扑克牌前面，专注于你的问题。抽一张定位牌，再抽一张挂摇牌。透过这个定位的设定，你就抽到了一个摇。你现在抽到的是244水94。这是一个凶卦，这就要提醒你某些事情了。我给你的建议是，你不要偏心，你不要有私心，你要很坦荡光明，要坚守中正道。因为你现在是卜到了水这个大楼的第四楼层的住户，你是男的，那你靠近君王啊。可是你四楼虽然没有得到一楼的支持以及帮助，可是你四楼的男性拥有了二楼三楼的女性，其实你的资源比五楼的君王还要多。这时候五楼君王就会很怕你功高震主，他对你有戒心，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心诚守正，对君王效忠，那君王到时候还是会信任你的。所以你现在正处于你很可能于昧于私欲，所以必须要坦言相告的时候了。这是提醒你，目前你正在处理的事情，不要老想着不劳而获，你随时要警醒自己，做什么事情光明坦白，每件事情都合乎正道，这样事情就会顺利。因为你现在所处的坡是有点带锯齿状的坡，随时都会有摩擦，所以在心理调试方面，你的现在的身份所拥有的才算是很扎实，而且你是要合乎义理以及正常的广道拿到的，这样你不会欠人家人情或是其他不好的事情，这样你睡觉才会安稳，因为你做的都是正道的事。